不许出圣人吗？长非立志学圣人不可。旁边有人讥笑我说，你能赶上吗？我说，赶不上也追他几步。我听人讲，中庸上说，夫孝者善尽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，那是照自己先人说的话，我看也可以推开来讲。我听人讲，羊角哀舍命全交的故事，我就记羊角哀的志，去救杨国善人，我也就述了羊角哀的事。我这样做也就由于便明了。圣贤的志，谁不可以记呢？记哪位圣贤的志不是孝子呢？当今之事，诸天神明全在人间，可并没有投身落凡。夺谁的志，谁的灵光就来，学哪位神明，哪位神明的灵就到，学哪位圣贤，哪位圣贤的灵就来。遇着什么事就学什么人，像摘花似的，搞一个做一个。孟子说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就是叫人夺志。平常人要不夺古人的志，终究是个平常人。